So this guy is welding with the newspaper. I don't know why.我就是很奇怪，为什么你用报纸放在那个，那不会伤到那个眼睛吗？我就觉得为什么他用那个报纸？对，我怕那个不会弹到他那里，万一弄伤了怎么办？不会，那个是油纸。哦，油纸，那说的纸就是那种很薄的那种纸。那这个纸不会烫脸呢？